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熊哥。来 ，Forty One， 如果说做一颗球在发球区后面啊，像这个角度，今天讲这个角度，首先我们当然要抓第一颗心点在哪里。那这个球第一颗心点在这个角度，那我们要从这里这样抓一个角度啊出来。这个角度很重要，这个角度大概是45度角，携带路线。所以你这旋转值如果在一以下的话，有可能是闪过，或者是敲到这个太边。那一点多到二的话，会中这两颗比较厚。那两点多的旋转值的话，中这里危险，会携带。那所以你要抓一点多到二，或者是三中这里。好，那我抓两个旋转值啊，这种球不要用力哦，用力的话，它当然会角度比较小。重比较厚啊，好，一样吃一盘。那很明显，我这个三号球可以来带开。哇，这球打太薄了，刷薄，灌球，走三颗星。带一下，小盾啦，留十四号，OK， 没问题了，放轻功。高杆十三号先解决，十三号一解决，后面这三颗球都开了。炖的不够，这球炖的不够，走三颗星再来一。哎呀，好，这样做到。好，这一局有几个关键啊，一个见招拆招啊，灌球，另外一个就是一开始的开球。一点多到两个旋转是中这里，两点多中这里危险，要么就三点多到这里。改天再示范其他的带球注意的地方。好，以上提供参考，保重平安。大家好，我是铁恩。喜欢熊哥撞球教室的朋友们，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和开启小铃铛哦。